这个重庆面馆吧，第一我很喜欢，我一直很喜欢做重庆面馆。我到美国来以后，看见很多的我们家乡的人，我想我要做这个面的话，大家肯定很喜欢，所以说我就开了这家面馆。开了这家面馆以后，大家吃了以后，每个人都想到了自己的家乡，一想到哎呀，我终于吃到了重庆的小面。好多人说哎呀，我终于吃到正宗的豌杂面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哎呀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大家就思念到家乡，因为每个人要工作，每个人要学习，在美国呢有时候不能回去，所以吃到了正宗的重庆的豌杂面、重庆的小面、重庆的肥肠面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大家都说哎呀，表姐，我们终于吃到了那个重庆的豌杂面了，美国还有豌杂面卖呀，好正宗哟，麻辣香。所以说我也非常听了他们这么一说，我非常非常的开心，特别的欣慰。所以说我开这个面馆，所以说我开对了，所以我本来我也很喜欢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说我开了这个面馆。做法和心得还是有的，因为重庆小面吧，重庆面吧，它有它的精髓在里面。不管就是说，第一个就是高汤，高汤一定要真材实料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大家喜欢吃肥肠，肥肠就是一定要洗干净，让大家吃起来又有肥肠的味道，但是又有香的味道。还有豌杂，豌杂就是要豌豆软糯，炸酱呢就是要香，散酥，吃起来那个面条吧，因为炸酱面吧，豌杂面是干拌的，它是我们重庆最喜欢吃的一种面，它是干，就像我们重庆人说的干妞儿，干拌的那种。所以说呢，所以说要把那个豌豆和炸酱裹在面里吃，就是它的一个特别特殊的一种吃法吧。所以说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说我们质量必须要保证。啊，是的，肥肠处理不好，很臭，很不好闻。我们洗的时候吧，用了很多方法，就是说先给它翻过来，把里面的东西不要的东西全部去掉，去掉以后呢，再给它翻过来，一起拿面粉、小苏打、醋、还有是盐一起揉，洗干净了洗几遍，再清干净，清完了再过水，过完水了再清，清完了好再来红烧。这个表姐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到这儿来吧是奔着我一个妹妹来的，完了以后大家都说你们家来了一个什么人，她说来了个表姐。从那以后呢，不管是老的、少、小的，还有就是说跟我同年的，还有小小朋友，反正都就觉得一种爱称吧，因为我性格挺活泼的，我也喜欢孩子，所以大家都叫我表姐，表姐就这么叫出来了，大家都喜欢叫我表姐。所以说我就干脆就把这个面馆吧搞个表姐面馆，这样也亲切，大家一听说表姐就知道我这个重庆人开的表姐重庆面馆，他们就知道是我开的了。想法还是有，我希望多开几家，让就是喜欢吃重庆面的人都能吃到，只有慢慢来。是，这是我开的第二家了。重庆面的话，四川菜、四川重庆小面呀、重庆小面呀，大家基本上在美国也好，在其他国家也好，我觉得都还是挺畅销的，大家都挺喜欢吃的。我也就是想的，我的理想就想这个店能开好了，我想还到南湾啊、半岛啊那边去开个分店，我想大家都能吃到我这个面条，我很开心。吃到我这个面条的话，因为我也本人也很喜欢这个做这个重庆小面，所以说他们能喜欢吃我的小面，我也很开心。再次感谢你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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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